去年啊，冰雪季，黑龙江冰雪游开启了宠客模式，激发了广大游客激情，带动旅游业相关行业繁荣发展，极大提振了干部群众士气，增强了振兴发展的信心决心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在不断丰富产品、强化服务上下更大功夫，让到黑龙江广大游客开心、舒心、安心。一是打造冰雪经济新的增长点，提档升级冰雪大世界、亚布力、雪乡等重点景区。今年冰雪大世界储冰量已经超过了20万立方，是去年规模的近3倍。这个冬天如果大家再来哈尔滨，将会看到规模更大、更有文化感、更具国际范儿的冰雪王国。